林聪在咱国内嘛是算真清，尤其是伫咧啊早期这大道歌王，这朋友呢真侪捌看过伊的电影。当然，这是对比较较老演的呐。哦，上无我看哎，六十岁以上的人，你若讲迄三四十岁啊，可能唔知讲啊，林聪较早搬过电影，搬过台语的，伫咧日本、香港真清。迄少年人唔知啦。啊，来讲咱即演呐，六十岁以上的加减知影啊，咱的节目啊，属于老人的节目啊，长辈伫咧看，较知影。啊！而且我讲的这个话题也嘛比较听较有。我过来讲林聪，林聪在日本知名度愈来愈大，啊，这个签约愈来愈多。那么受邀请拍这个水中芭蕾舞表演了后呢，啊，未记得当时讲是咧水中啊，啊，看到那边镜头在咧翕的时阵，啊，想要让媒体呢啊翕一个较清楚咧，结果将这个面搭怎啊提起来，呵呵，结果迄个氧气。哦，迄个讲啦，煞落去，啊！伫咧水中完全拢无看的，啊！当然你无迄个氧气，你真紧嘛着施压，啊，着昏去啊！好个再，互人真紧对水中解救起来，赶紧送急救，安尼才醒来。伫咧迄一摆，互所有的人惊一条，啊！林聪嘛差一点啊，真正吼，唔知啊，真正怎啊叫最阴时，好个再。不过呢。并无因此就停掉游乐场所水中芭蕾舞的这个表演。在那当时，因每一场表演后也摕到演出费呢，嘛算袂歹。啊，所以讲拜六礼拜，这个时间呢，林聪差不多拢是出现伫咧这龙江城新开幕迄几工啊，固定呢伫咧遐表演。这是林聪伫咧日本有了也真悬的知名度了后呢。被邀请表演水中芭蕾舞，差一点嘛发生这个意外经过。在日本出道了后，一摆啊，别讲到日本去，林聪经纪人介绍熟悉了白光。其实啊，早在林聪出道之前，就真爱看电影，也嘛真早就知影讲白光啊，这里大明星。白光不只是歌唱唱了好，戏嘛演了好。在迄在到日本也是去看病，甲男朋友到夜总会听林聪唱歌，非常的欣赏。曾经呢，想要收林聪做客囝，后来两个人变成真好，会当讲是忘年之交的好朋友。林聪到香港发展的时阵呢，拄啊好是甲白光住伫咧同一条街啊路，两个人会当讲往来非常的密切。林聪的太太。嘛，甲白光变成好朋友，常常去陪伊、照顾伊。林聪离开了邵氏以后呢，当然卖秀哇，迄真多啦。啊，伫咧做秀秀场的头家，啊，叫林聪推荐熟悉歌手，会当做伙啊去表演做秀。林聪呢，就推荐了白光，就安尼伫咧当然嘛，而且个秀场做伙做秀演唱。两个人确实呢是一个真好的忘年之交的朋友。我安排一段林阿唱的《呀台北红玫瑰》，咱来欣赏。
行，每回话点点啊。